那先来问问两位啊，足球经验有什么？你先说好了。我在中学的时候开始踢球 ，OK。可是朋友已经很厉害了，因为从小时候开始踢，就开始踢。那我就每次有队伍的时候，就是最后一个被选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对，学踢球。哇，我就去了。图书馆借了书，图书馆演员哎，对啊，找舞台剧还很夸张哎。他这样讲是开玩笑，因为我有读过他简历嘞，曾经啊帮过四个足球队踢过，对吗？哇，对啊，是真的啊、okay ，还有每个星期呢都有跟 Alvin 踢球的，所以他的 skill set pattern 哦，全部都是淡定的。问一下 Alvin 啊，你踢球经验要讲一下。我第一次看足球是因看我们那个马来西亚杯，新加坡对巴夯吗？然后就在那个点球的时候就输了，输了，然后我不知不觉就跟着哭了，所以就从那里爱上足球啊，从那里就开始踢。